公元1167年，当时蒙古大地各部落之间相互杀戮，草原上一片血雨腥风，蒙古百姓生活在颠沛流离的苦难之中，直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成吉思汗的出现。长生！长生！长生！在战争苦难的岁月里，赐给成吉思汗勇气和力量的是他的母亲。除了母亲，在成吉思汗生命中还有一个令他发愤图强的女人。三天后，不管你回不回来，我都是你妻子。伟大的英雄成吉思汗写下了辉煌的历史，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如今重现银幕。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，气势磅礴，万马千军，令你震撼万分。爱与恨的抉择，情与义的取舍。这是英雄成吉思汗历尽苦难成长的故事，这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历史巨篇《成吉思汗》。